大家好，我是面子君。现在呢，我在哪里呢？东京托里。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从城区到东京托要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打车也就10分钟。然后今天要推荐的一家是我姐姐同学推荐的一家私人店，在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都搜索不到的一家火锅店——红樱桃火锅，只有在百度才能找到的。这附近真的是老居民啊。包间，但感觉这整个的空间应该都是他们自家的。在我们重庆吃火锅，其他的真的没得那么多讲究的，好吃又惬意又干净就对了。然后5点半营业嘛，现在没有营业。我其实想说买那个好利来的芝士蛋糕，但没有了，所以我就去了沁园，发现了好多可爱的小糕点。当当当，这一个呢仿的是一个奶酪块，看见这个形状就想起了 Tom and Jack。绵密浓香四溢。你们这家店煮了好多年了嘛？十几年了、奶香味巨足，这是一个蓝莓味的，太酸了。蓝莓味就是把里面的蛋糕换成了蓝莓果酱冻，好酸甜，我跟你说，白色的那一款，哒哒哒哒，冰冰凉凉的泡芙，还好没有很爆浆。然后它上面是菠萝酥皮，夏天就爱吃冰面包，乳酪风味的，噔噔噔噔，这个它做的是一个鸭子的形状，买了很多小糕点，加1块钱。就能得到它，香橙味的蛋糕，有个细腻软绵。你们没有看封面走错，我今天就是吃火锅，但火锅现在还没有开餐，要等一会儿，所以先吃一点小糕点。这一个颜值真的绝了，它下面是蛋挞皮，感觉香，就很甜，跟马卡龙是亲戚。奶油慕斯 shark， 就油性饼干的那种底座，这就是好看，太腻了，不太好吃。咚咚咚咚，来个巧克力的吧。嗯，巧克力的不错，浓郁丝滑。这个馅好像在吃空气巧克力的那种感觉啦。满足大治愈，不知道这个是柠檬的还是香橙的，香橙。这个是啥？蔓越莓吧，这个也还可以，蓝莓。好吧，像这种小糕点真的是中看不中有，都不太好吃，唯独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巧克力。我们先看一下菜单吧，菜品我不敢保证，但是这个香菜丸子很独特，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香菜丸子不一样。免费小吃玉米粥，他们家玉米粥真的就是小时候那个玉米粥的味道。这一次我就不会加香菜啊、葱花、蚝油这些，就是这个简简单单的香油蒜油。鲜鸭菌看得出来它不是速冻的哟，都是新鲜的，这种耐煮的可以先倒进去。鳕鱼、鲜脑花。我们就边吃边等吧，真的很香。喝一口玉米粥，来吧，酸毛土豆。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合川火锅，就是有点偏豆瓣醇香的那种火锅，它的香油啊、蒜泥不会一口下去很刺激，但它就是很香，更多的是醇香感，它味道不会很重。来尝一下味道，各位。这毛肚口感真的是脆，太香了。鲜鸭血熟啦，超鲜嫩的鲜鸭血。腰花
叫红樱桃呢？因为老板娘她叫樱桃。它这个锅底里面也有豆芽，太好吃了。食材每天新店供应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就会突然间卖完。所以要想吃完全菜品，真的靠运气，靠缘分。腰花，脆嫩嫩的，太爽了。这个是鳕鱼，是不是跟一些火锅店的鳕鱼不太一样？我更喜欢吃这一种，就是它肉质更紧实、更扎实、更饱满。我不太喜欢吃那个深海银鳕鱼，那个就太嫩滑了。我觉得这家火锅就是菜品新鲜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在目前火锅市场大部分都在追求重口、有味儿、来劲儿、重牛油这种味道风格的时候，他们还比较独特，就是回归本真的那种最屎的火锅味道，以香米醇、土灶为风格的火锅底料。香菜丸吃两个调料，都是我豆粉上豆粉是吗？当当当当，这个香菜丸子真的，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软软趴趴的，极其入味的，一面就会化掉，都会散掉的那种，就它的肉粒感不会很强烈。很香，它调的也比较稍微轻一点。然后是新鲜的嘛，跟市面上那种速冻的香菜板子，哦，两个概念吃起来。我就喜欢吃这种肉粒感不强的丸子。如果我现在问大家最喜欢吃的丸子是什么，应该80%要被牛肉丸给霸屏。这就是菌子，看菊花。吃到这里，这个火锅现在更奶味了。这是豆干，嫩牛肉，这分量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昨天晚上来吃的时候，菜品的分量并没有这么多，感觉铺了两层，昨天好像只有一层。不管，不过这个味道是真不错。这鳝鱼肉一吃就知道是新鲜现杀的。就是很 Q 弹，豆干。他们家牛肉对于我来说就很友好，薄薄的切的，然后以片状，比较好咬。软嫩。虾滑来了。
他们家就很好选择，就是这一种小粉，没有宽的，没有块状的，没有土豆粉，没有粉丝，就这种。细小粉也是火锅最开始的主食。小时候就是要吃火锅就要嗦，哎，镜头有油了吗？小时候就是要嗦一碗粉，天啊，这是朦胧美吗？才算真的吃了一顿叫满足的火锅。你们吃火锅一定要吃到了什么才能画上了一个句号吗？好啦，今天这一家火锅探店就到这里。菜品新鲜，然后锅底是属于温柔派的系列。爱吃王蜜子熊猫的朋友很关注的新浪微博蜜子熊微信公众号大王蜜子，跟我一起在一块儿吃火吧。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蜜子熊 Never Say Never，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哦，我会在下面回复大家的。绿梅孩子二百七十六，嗯，彩金月大八十八折，啊，二百四十八块八角八，二百四十八。啊，要得要得，谢谢谢谢。做宣传哈。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桃李妹是值得被更多人看的，晓得。